人们，今天的视频收益还是这么低啊，才几十块钱。这样下去我该怎么办啊？这段时间视频收益天天都是只有几十块，我去，这下人怎么活啊？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，这七月份都快过完了，今天七月二十四号了，从这个七月份就没有超过过三位数的视频收益，每天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看我的视频收益啊，每天的，从上个月三十号开始就变成了两位数。从六月三十号开始两位数，然后一直看嘛，一直都是只有两位数，每天看，直到今天也还是看。家人们，我快扛不住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一直都是这样，或者是越来越低，我感觉我扛不住了，靠拍视频都快要吃不饱饭了，真的，这收益太低了，每天的话也就赚个生活费而已。所以我这段时间我很有危机感啊，我真的是开始每天紧衣缩食，不敢乱花钱。我上个月六月份的时候还有三位数的，基本上每天都有三位数的，那个时候还花钱还挺大手大脚的，上个月基本都没有自己做过饭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点外卖，然后上个月还老是买衣服啊什么的。我这个月我现在开始我非常有危机感，再加上我又要投资做手工包，又要买这又要买那的，所以我现在我老是说我很焦虑很焦虑什么的，我不是装，我是真的很焦虑啊，我最近的真实心态就真的是很焦虑的。如果我不去做这个手工包的话，我或许还会倾注更多的精力放到这个拍视频上面，多搞一些花样，然后出去外面拍，多找一些话题，这样子提高我的播放量，提高收益。但是我现在我入了这个手工包的坑，然后我的心思一大半都分到了那上面去。我拍视频，我感觉我每天的话就是应付式的去拍，然后我最近每天的心思都在想着这个做手工包的事，所以我也没有这个心思去拍好这个视频吧。我这个手工包我是非做不可的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我现在就等我的材料全部到货，全部买齐了之后，我就开始动手了。最近每天都很焦虑，在为接下来的日子焦虑不安啊，真的。